这是少爷高官得重，令人喜欢非常。少爷就该派遣少夫人进京才是。我也有此意。启禀长院公，李大人到。有请。长院公，请您。李大人，长院公，有请。谢长月公，谢长月公，谢总何来？哎，老丞相有一千金，十分眼眉。老丞相要与长月公结为近亲之好，不知长月公意下如何？孟儿老丞相见爱，十分感激。此时岳孙家中也有糟糠之妻，这门亲事难以逾哟。请问长月公？家中的夫人是哪家名门的千金呢？这个是唐人家出身的了。这无妨，多送些银两，叫他的娘穷度日，也就是了。又倒是糟糠之妻不下堂啊！长月公不去糟糠，真是难得。这是长月公起身，原是寻常人家之女。这怕是小啊，这是恩人相爱在之命，长月公做了老人相的东道夸许，定然闲人无聊。这次李翁请问用有甚三思？三思而何因？长月公告辞，告辞，告辞奉送，告辞告辞。少爷，这在李老爷的差人在我眼下，这李老爷是替我下夫设媒来的。那少爷，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呢？我自幼之长，不用你问。少爷呀，死不明在内呀，死了两载，少夫人为我们提醒了我们，你今日头戴就该召集夫人到地京来。不知道你下去。启禀长院公，张大人可否？听说他是回府的人，他
来做什么？不必又是我我有情平安长月姑平安长月姑下官捎来白玉去长月姑是谁有真正官老有赐家里张月姑，是在李文公两位老真相之名引来的亲，言道：张月姑不去赵康，故而不便答应这门亲事。老真相听了是十分钦佩。只是老真相放着张月姑的妻子，乃是莱阳名库阳的野花女子，此时躺在北镇知晓张月姑的脸面何存呐？老真相实在是为长月宫哭泣，故人们命下官再来递亲，长月宫可办无推假的了。他们是此相爱是何是好啊？见我神梦相依初见梦见姑父来，唤起三罗命苦啊！他原是四下门的演得的好穷才，我与他为难相逢成匹配。定期再去不应该长远不长远不不要太死的西天下火引开为教会本是壮的今既是要真相配，我实在相不。从今后，实上请用神风吹。长月姑，意下是何？我曾相遇哎，有深圳官太子。只是匆忙之中无有新闻是何是好啊长月姑这女孙才不是最好的平了吗这女孙才吗、原来知情之文是以他为凭这些长月姑先接是女情重是三啊
出去避。问王不见相。此时待下官禀明我老真相，接着前来迎接长月宫，亲自相扶，一便问问。多谢见公。告辞。奉书。告辞。想不到我王魁一家二字，竟做了天子的门生，宰相的爬婿，也快飞往人大旁人百里，好不可惜呀、啊！天中所遇也是缘，王魁就是梦上仙。从今与丢在无沙茫茫牛在上担戏呀啊去禀状月姑来养家事到啊下属人不在苏先下在客店之中是店之中送来的小的已当把他去了下去是桂英被寄往浪前菜还有小事一宿上不胜古今秀香在浪得以真素啊在自教在有贵客是绝称一代西藏困着小事贵英到晚一往情深哎大丈夫处事岂能反复无常直到至今我已过不得你了不免待我休死一封武松把宁儿罢了一报你两年恩爱一封信寄给明哭叫绿玉娘为是王妃良心少野花女真配